现在点的正式点的。一年一度彰化县政府圣诞节点灯活动，九日正式点灯登场，现场还有精彩表演，陪伴乡亲提前欢度圣诞佳节。那县府的广场连续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那从5:30一直到10:00，从我们县府跟议会以及我们美术馆这前面，那都有我们的这个点灯的亮的灯哦。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可以打卡。我们呢还有一连串的活动，下个礼拜我们还有彩街的活动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哈。那在24号我们还有圣诞的一个这个演唱会，那一系列的活动，再都是希望一起来庆祝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，也感谢我们主耶稣赐福给大家，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我们这个感恩，我们这个非常这个温馨的圣诞节。星耀彰化圣诞灯节点灯活动，在府前广场布置8米的巨型圣诞树，树上挂满一层层的圣诞彩球及雪花造型等相关事物，代表永恒丰收与美好的感恩及祝福。同时也设计星星造型拱门，提供给民众拍照打卡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